哎，麦。Hello，下午好。啊，今天有 special 叫大家煮一个简啊。啊。单的料理，都今天会很快是吧？炒一个面而已，炒一个粉，这个粉很你有没好有吃。开麦啊？你我讲知话。道，这个粉这样炒，这个老鼠粉来了，老鼠粉这样炒很好吃，所以我是说，哎呀，难得今天我想要吃一点东西，都是自己要煮的嘞。那表嫂又不给我做太多这个，那么我就想了，哎呀，炒一点粉还是要的啦。来跟大家分享一碟粉啊，炒一碟粉，来，我们炒一碟粉。就是炒这个猪油啊，我们要用猪油了阿波罗西粉啊，阿波罗西粉，来，开嘞，红 Coco，来50个星闪，谢谢谢。Coco，哎呀，Coco 还甜，来，来，今天追一下啊，特别的我是日子。4点多才决定要做一个这样的，那我本来准备睡觉啊，他讲，等下有直播。来，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做的，我们就开火先。那这个是500克的，老鼠粉，老鼠粉500克。500g 的老鼠粉啊，对。来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跟进来的朋友们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说今天做阿波罗西粉啊。对。刚才我有，刚才我们有重播那个刀组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你现在都可以在这里下单啊，你先马上加一啊，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刀组。来，我们的是青葱啊，青葱，这个青葱和这个红辣椒，那么这个，青葱和一条两条的红辣椒啊，一条，一条啊，一条，耶、来，来，我请们看帮我看，分享啊，谢谢。老鼠粉500g，500克，猪肉200g，200g 的猪肉啊，猪肉碎啊，掉碎啊，那么小米30克。小米30克啊，小米30克，因为我现在爆虾米先啊，因为小米要爆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有猪油渣呢。叫渣，叫渣啊，叫渣。这道面呢，猪油渣跟小米很重要。我们小米我们放一点点少许的盐。小米我们稍微炸一下啊，稍微炸一下，炸去它。哎，小米来爆香香。哎，我们的是30g 的小米啊，放点油啊，来煎一下。爆香。砧板有卖吗？有，你可以私信我们啊。我们小小火慢慢来爆它。大家笑我很惊喜啊！谢谢表弟和妹弟啊！惊喜！哎，谢谢。这个辣椒要回去学习煮一下啊。这个之前我有教过了，是蛮好吃的一道炒粉。阿波罗西粉啊，我什么不厉害，我就是厉害炒粉啊。卡琳娜丽，Thank you，来，谢谢你的50颗欣赏。谢谢。菜刀来了吗？没有，菜刀没有啊。菜刀还有来。来，小米爆香。小米啊，因为水分嘛，水分就下去了，就哔哔叭叭，哔哔叭叭叭，是正常的啊。我们不要太大火，放小一点，火不要太大，现在放小一点，慢慢去爆到它香，小火。它油一热的话，我们可以慢慢小火了。哎，下午好，谢谢支持哦。下午好。表弟，几时要做香茅猪肉棒棒？期待很久哇，那个是要给一点时间了、啊。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。我这个礼拜天想要煮那个阿萨姆拉萨啊。阿萨姆拉萨。有谁有漂亮的很好的食谱可以给我的？要 very very supply 啊。就是喜欢煮菜，就是刚才不小心烫到手，红红马上红红哎，烫到手。那没不用不去讲，没有人关心你。我要你关心我，不是要别人关心我。你都没有关心我。哎，
今天只有老鼠粉吗？对，对，一道菜，这个老鼠粉，你看到啊，明天就煮啊，明天煮的是可以去我们 BDI Signature 那边分享一下啊，我们的 group 啊去分享。OK， 我们倒上它啊，香醋啊。Hi, good evening. Today Friday, got cook again. Yeah. Special day lah. Special day, special presentation. 我们稍微爆到它啊，小小火啊，给它有这油这蒸一蒸，蒸到那虾米有炸透它，炸透它，炸到它金黄色了。不是，炸到它干身，干身了，那几乎是脆了的。它炸到那个小小火的啊，小小火，开始的是热的，刚放进去小火，给它再蒸一蒸它。就是炸透它了，炸姜鱼子也是哦，炸姜鱼子你，我们说不能助苗啊嘛，拔苗助苗，拔苗助长，对，不能，就是要有一番点心思去炸嘛。你这个是煎还是炸？煎，这个因为我不要用油嘛，太多油嘛，这个是稍微，只要油浸过虾米就叫炸，啊，油有浸过虾米吗？有啊，有浸过就叫炸。表弟，你用什么锅？是可以用铁来铲的。啊，这个是。黑金杠锅，他的锅了，差不多了，去了，炸透了，我们两个，这小米香哦。OK， 我们现在炒的是炒粉了哦。好，那我们这是做的是，这里有猪油啊，我们要猪油啊，一定要猪油啊。还有我们猪油渣，掉渣，猪油我们。拿一点猪油过来，表弟拜五和拜六休息啊，我们也休息啊。说是休息啊，其实偷懒啊。表弟烫到手，没有擦药。你擦了药了。来，我们猪油，然后我们放的是什么？蒜米呢？蒜米爆香啊。爆香啊！蒜米爆香啊！我们冬菇、肉碎一起下去。这个生菇来的啊。来，你的生菇多少？生菇四朵。四朵生菇切碎 啊，我剩下四朵就全部摊下去了。来，你的猪肉碎多少？200克。200克的猪肉碎啊。好，表弟和米奇好，今天不是星期五吗？星期五不是休息吗？表弟就是做坏市场啊，做坏市场啊，他不甘愿啊，我们要休息他不给啊。等下比较少又要清理啊，我又要上去冲凉了。OK， 我们要可以放多一点点油下去啊。来，放点油啊。今天是星期五不是吗？是。啊，表弟。我只是特别煮一道，叫大家炒一道粉啊，反正都不能出去吃啊，不能出去吃，还在家里吃啊，也是要煮哦。想想一下，还是炒一些粉呢。OK， 我们炒啊，煎碎它啊。表弟，可以请问可以教点素食吗？大家还可以学习素食，它通常都是在初一、周一、周五啊。I talk to them, don't have special day 啊 ，special day 啊，啊，在特殊的日子，啊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我们是 FMCO 啦，没有地方去啦，没片刻啊，没有地方去啊。所以今天特别 bonus 啊，给大家。OK， 我们放一个汤匙的啊，一个汤匙的。Yes， 黄豆酱。黄豆酱。来，黄豆酱一个汤匙啊。我们的 yes 黄豆酱啊 ，soybean paste， 来分享了，来 special edition yes， 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啦。猪肉要碎切碎碎碎啊，猪肉最好的是这个啊，有一点点花肉啊，用花肉来说，有一点肥猪肉更好。来，我们放一个汤匙的蚝油，来一个汤匙的蚝油。蚝油一个汤匙啊，来4000升的，来我们看给过5000吗？啊，一个汤匙的蚝油，老抽啊，黑酱油啊，一个汤匙的黑酱油啊，这道菜啊，这个啊是没有水啦，没有水了，干干生生的，没有水的，这好烧的。来煮些个烤鸭 ，special for you 啊。我们今天走楼席班啊，非常惊喜，表弟今天有特别场啊，谢谢你。来，茶匙的什么？两茶匙的糖，两个茶匙的糖啊。蓝爱莲，谢谢你50个欣赏。
大家可以在这里下单吗？可以，打嘉义，嘉义就可以了。嘉义，嘉义。来，我倒一个料酒下去。来一个汤匙的料酒。哎，倒起了麻油，酒一放上去了就 OK 了。OK 到了。麻油一茶匙，一茶匙的麻油。小弟，你很爱粉丝们哦。来，肉碎有腌制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酱炒。肉碎不需要啊。烫到手要用水冲啊，不会痛啊，才不会起泡啊。我烫到他自己不知道。来，一茶匙的，一茶匙的鸡精粉。鸡精粉一茶匙啊，这个是肉碎啊。Thank you, Chef and Mickey, for holding this show on your off day. Welcome, welcome. 因为有很多粉丝问啊，昨天问，明天有开播吗？表弟很有爱心啊，嘴巴说休息啊，可是还要煮啊，身体最老实的。哎，晚上一定要支持我们啊！我们的生意厨房有做。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哇，鸡肠粉，鸡肠粉啊，鸡肠粉啊，要不要吃？很多人问我猪肠粉的酱怎样调哦。好吃，好吃啊！今天晚上回来就告诉你怎样调。来，大家试一下。嗯，老鼠粉啊，阿波无须粉啊。嗯。我要再加多一汤匙，一茶匙的汤。OK， 来，总共是三茶匙的汤啊，糖三茶匙啊。表弟，小心你的手很重要啊！要不然就烫到了。Welcome, welcome everyone， 来，这个不能放水啦，你只能炒到干干身啊，干身啊。OK， 那个猪肉碎啊，本身都有逼出那个油出来啊。对对对对。我们是建议你用那个是具有炸的油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做的都是 ，OK， 这个好了，煮好了。嗯。我们具有炸老菜。哎，你那是做具有炸粉哦。嗯。猪油炸饭可以吗？嗯。啊，这小米捞在一起。哇。猪油炸跟小米一起放哎，你猪油炸多少？这里多少？猪油炸，这里一百根而已啊。来，我们一百根的猪油炸，刚才炸过的那个。肥猪油一整一百根吗？肥猪油炸，嗯，一百根。炸出来的那个。然后我们的那个小米啊，嗯，30g啊，我们能炸透了。OK， 这个大葱我们放下去。来，炸葱切丝啊，多少粒？一粒而已。一粒大葱啊。OK。表弟嘴巴说休息啊，可是心里想做直播啊，说害我也要出场啊。我问他，你可以拿那个 stand 来拍自己吗？炒一道老鼠粉啊，时间太短了，粉丝还没有进来你就炒好了。来，我们还剩200多人啊，我们就5000人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现在没有5000哦。表弟非常感恩你的付出啊，也要谢谢你们、啊。这个你家里可以这样炒啊，刚才拿一个鸭脖啊，这样慢慢搅它啊。感恩表弟加多一场，明天中午可以炒啊，阿波罗西方要老啊。这个好吃，好吃啊。So supply to Dango cooking show, yeah. 来 ，Miki 分享吃板面啊，看来好吃的不得了，哎，真的好吃啊，你们自己可以试下啊。那个汤，昨天汤底比较容易了啊。我说，如果你3个liter的水煲了的时候，你打开了那个气压快锅，再加多2个liter的水，再滚多。10多分钟这样，哇，那个味道就更好，那么也更清甜。我们稍微大葱爆一下啊。哎，我们用阿布啊、嗯，一定要用阿布吗？对，我们这个是阿布，你可以不用阿布，你可以放锅给你。你这个阿布如果没有用阿布的话，你就是面自己放在锅里面炒咯。哦 ，OK、你不要放阿布，这个大葱放在这里，面自下去炒。OK、也行啊。嗯。来，拜五拜六啊，没有直播是不是吃外面都不能吃、没有得吃啊，他没有得吃才回来。我们 FM 老师说啊，如果有直播啊，哎，有外面有得吃啊。今天你看不到我在这里煮了。来，芦笋啊，芦笋是怎么炒啊？啊，你可以啊，继续信他啊。来，500g的老鼠粉放进去来。稍微包一下。这种啊，老鼠粉啊，果条啊，这样东西啊，是不能浸泡水的啊。嗯。不能浸水的啊，这个。
刚才我们有重播那个刀煮、哦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有意思的话，你可以啊，私信我，或者是想要买购买哪一个嘉义啊、这个我的刀是很多人买到都说做好的刀啊。那么很多粉丝说哇，给我们很好的评语。来，我们来稍微炒一炒啊，炒你的锅很小个，可以这样炒可以啊。我们开大火一点啊，开大火来炒。可能哇，还好收到那个通知啊，不然早该了。Okay. 为什么收不到你的通知啊？来，今天是特别啦。嗯啊，不要用猪油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猪油是比较香啊。不欠呢，谢谢。然后爆香它一下。今晚几点开播？9点晚上、啊。9点啊，猪肠粉啊，一定要来学那个，尤其那个酱料找得很好啊。每天5点半就是要看表弟直播啊。除了拜五拜六啦，今天特别日期啦。今天特别啦。哎，主播，你妈咪今天没有做休息会生气吗？不懂哎。等一下也是要清理厨房啊。人家也是要吃饭嘛。来打包就外面吃了。米奇，不知道表弟今天有直播吃进来了，没有关系啊。哎 ，OK， 我们这里稍微，这个果条啊，哎，这不是果条，这个老鼠粉，你稍微炒一下，给它热身，热身了。啊，来给他做运动热身先啦、啊。热身，昨天表弟的板面太吸引人了，我今天也煮了。来，谢谢你尝试啊，那板面好吃啊。OK，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这边放上香去。啊，如果你要黑一点，你就放黑一点。嗯。老鼠粉是自己做吗？不是，外面买边的、啊。猪肉碎还是不够、啊、表弟可以教烧肉吗？表弟有尝试做了两次烧肉了，但是做的还不是很理想啊。Is this a non-stick pot？ 你是讲它那个啊，这个啊 ，OK， 这个 non-stick 啊，这个猪油渣啊，跟那个啊，虾米啊，一起放上去啊。哇，啊，这个肯定肥一公斤啊，这样子。肥一公斤啊，这个就啊，来，红辣椒一条啊。哇，好干净，今天有的看啊，米奇在外面也不能吃啊。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这道菜啊。多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，哎，这个很像那个棍瓦龙须斑啊，冠华老鼠斑啊，棍瓦的龙须斑啊，你们知道棍瓦龙须斑吗？那个给他滚掉那一间啊，棍瓦龙须斑啊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表弟，我有一罐秘制酱烤酱啊，可以做什么？秘制酱啊，烤叉烧马扎叉烧啊。来，我时间到就按进来了，忘了今天是拜我真心月。妈咪开灯。啊，我们煮完了了。对，那人数还继续起嘞，在5600人呢、啊。哎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啊。你可以啊，表弟，你有觉得很不舒服吗？啊，今天没有煮三道菜。是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今天的直播，今天是没有的，是特别要求啦，表弟4点才决定要啊。这个是维拉做的那个 cake 啦，啊 ，OK。Thanks, I received my Wonder Chef wok and pot. Thank you for support 啊。这个、哦、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个我不知道他今天会做这样的烧的那个龙须饭啊。Yeah. 哇，真啊！哇，很香啊！你要拍一个照吗？拍个照先啊！拍一个照先，等一下先啊！我是住家男人猪肠粉啊，今天一定要捧场，谢谢你啊！这个很像我们在 KL 吃的那个冠华那个龙须饭啊。老鼠粉本来是熟吗？没有，我们有炒一下了，我们本身有炒一下、啊。你应该用你手机吗？我手机拍照，拍了，拍了没有？拍了。拍照是简单的啊。太美味了，可惜我不能吃，等病好了，一定炒一下。你看这个大老虎，你要黑酱油，如果你要黑，放多一黑。你可以放黑酱油多一点、啊。这在这里炒，一直在这里炒啊，啊，这里香的。啊，但是你的锅哈、哦，阿波啊，你要先热它啊，阿波要烧热它才放掉，这样子它去包啊。对，它的包很热的 啊，包很热的，现在还是在烧着了。What cake is it 啊 ？I don't know， 什么 cake 来着？啊，维拉做什么蛋糕？哦，那个 cupcake 明天要做了，明天的 tomorrow 啊。这个 ，OK， 这个就是你一直这样讲啊，因为它很烧啊。
所以啊，如果猪肉碎要多一点，更理想。主播偷偷告诉你啊，昨天揉面粉啊，揉到乱七八糟啊，笑死我姐妹！你要跟姐妹一起做啊，这个，这个看的都想吃。这个阿波是表弟的新产品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啊，可能会啊，还不知道啊。所以啊，你看啊，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啊，一直捞一直捞，捞到那山。你捞是从你要捞拿波也要懂的，这里挖上来挖上来、啊、挖上来，懂了，上来了啊，挖上来，对，然后再来，这个拿波的啊，哇，这样啊，这样子很好吃啊，很香嘛，香，很香很香香，因为小米啊，就要炸，然后猪肉碎，又放那个黄豆酱啊，喂，那个黄豆酱啊，又放一、啊 ，OK， 哇，这个是昨晚到煮到七点，今天很快还没到七六点就煮了，补回去啊，补回去，对。来一道菜你们够吃吗？这个是表嫂跟表弟吃的，我们侄女的已经叫外卖了啦，我们已经叫外卖了，我不知道他要煮了，他是四点多决定要煮了。如果你说要棍瓦，我有吃过像棍瓦，是不是很类似这样的样子哦？真的很像棍瓦。你可以放黑酱油，放黑豆你可以放黑酱油啊，放多一点啊。所以这样的老鼠粉是好吃的啊。反正要清理，应该煮三道菜，我还要看呢。你还要看啊？没有，因为这。我们呢已经是订外卖了，等一下外卖就送过来。我们今天吃火锅，表弟和表嫂自己吃那个阿波罗鸡饭啊。我们今天做火锅吃啊，不够黑啊，你可以放黑酱油啊。对，可以啊，不够黑可以放酱油啊。你看不够黑啊，这个超简单啊。那你看你讲不够黑啊，去拿黑酱油啊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为什么表弟有直播啊？老鼠粉，那如果你看到你不够黑，你可以加一点下去，加一点点就好、因为这个黑酱油可以直接点来吃了啦、哎，太多了、不会啊，还要再多一点、它比较白天的黑酱油比较来，我们这个是老抽味了、老抽味了，所以你这样就黑够黑了咯、哇，马上颜色就不同了，你喜欢这样颜色你就黑一点了、黑酱油放两汤匙 啊，你可以再单把两汤匙的黑酱油啊，全部两汤匙。感恩今天特别的课程啊！哎、这个啊，你们回去这样走，如果你没有阿波呢，你就是在锅里面啊，没有阿波用锅、锅里面就是这样炒啊，这样就美了。这个锅很美啊，颜色就美了。好哇，这个是啊，秋江啊，请你试吃。好，这样做法很好吃，这个简单好做、我之前我有做过了，我之前有煮过了。那么我认为之前我煮过的这个菜是不错，这个面煮得很好吃。那么我今天特地再呈现给大家，最后呢还是说，哎，刚才我们有做一个直播，这重播啊的刀煮，也有很多粉丝刚才有之前有问过我刀是怎样的，还不大清楚，所以我就叫我的朋友就说，可以把那个之前的录影做一个重播吧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刀厨就有这个刀厨，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PM 我们，或者是想要更了解更多、小弟的刀了。对，这个刀是十个人买十个人赞美的刀，就是说338。那么我们的就是这个一个套组是有三支，就是我常常用的，每次切了，但是这个刀啊不能去砍鸡啊，手里不能砍鸡，它只是切肉切菜是非常你。它有一个六寸的三德刀，就是说料理刀和七寸的料理刀，那么还有一只小只的一个三寸的一个水果刀，那么再加上我们附送一只很精美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大家有看到了、面包刀了、这个、面包刀大家都很喜欢的，面包刀它面包刀的特色在这里，外面的面包刀的跟这个特色啊，那么有一只面包刀拿来一下，我给你看到另外一个面包刀。我们面包刀是很踏实的，这种这个没有，你没有拿别人杯子，另外别的 brand 漂亮，够亮水啊，够油水啊，这个刀，那么来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面包刀，所以这种面包刀连花纹都没有啊，你看花纹都没有，没有老鼠粉可以放什么？没有老鼠粉你就不用煮这道、你可以煮这样来炒啊，你可以炒果条都可以的啊，果条可以啊，果条也可以这样炒啊，果条也可以这样炒。那么可以炒如果是送的粉的话，或奶粉。奶粉啊？奶粉都可以跟着炒。面可以这样炒吗？黄面也可以这样炒。黄面也可以啊，哎，黄面好吃。黄面可以这样炒，好吃好吃。黄面也可以这样炒。昨天的那个
板米啊，你如果你家里有个搅啊搅啊搅到面条出来哦，也可以这样搅。不过板米要先穿烫啊，穿烫了这样来炒也是可以。哇，很多做法啊！是，所以你不要只是一个限定在只是老鼠粉，还有很多的面条，甚至已经我们去买了那个比如说唯一面，唯一面你穿烫了这样炒也是可以啊。干的面。干的面这样炒也是可以，好，所以很多种可以面可以这样做的。好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下一次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也用这样的做法炒意大利面。OK， 这样做法炒意大利面也是好吃，意大利面因为口感很 Q 嘛，啊，你穿烫了过后才来这样来炒。呀，乌冬也是可以 乌冬面也是可以这样炒，所以很多不要只是吃到老鼠粉啊。因为我是想用阿波罗许啊，阿波罗许。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欣赏。当然，我这个人一天没有下厨，就好像是浑身不自禁啊。刚才早上、中午啊，我还是有煮一个米粉粿啊。那么米粉粿你做好了啊，你放在冰箱里面哦，你做在冰箱里面可以耐三天的，耐三天，三天。如果冰箱够冷，三四天没问题了。但是你要用保鲜纸，它包上来了，好。最后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啊！深夜厨房，鸡肠粉，猪肠粉，教你如何做猪肠粉的同时，教你如何调酱。那猪肠的粉的酱，很多人说猪肠粉的酱是怎样调？我知道猪肠粉酱是要用闽西，但是只是闽西咩？啊，闽西海鲜酱、叉烧酱 ，OK， 一起调的那味道。看维拉酱条、来冬粉可以吗？冬粉也可以，冬粉也是可以这样炒，冬粉这样炒。这个红色的包多少钱？没有卖啊，还没有卖。目前还没有卖啊，还没有卖。啊，最后我还感谢大家，我们待会儿9点深夜厨房准时见。鸡肠粉啊，鸡肠粉，拜。